激活您的设备前，请使用移动设备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安装 DJI Mimo App。 首先开启云台相机，然后取下拓展接口保护盖，安装手机连接头，使用手机连接头连接手机与云台相机，手机将自动进入 DJI Mimo App 界面，如您的设备未激活，将自动跳转到激活页面。打开获取设备信息开关，已允许服务器获取到本台机器的激活信息，点击下一步。激活需登录 DJI 账号，点击登录。您可以注册或直接使用已有的 DJI 账号进行登录。登录后，请再次确认激活账号，并点击激活。在保持手机网络通畅的情况下，等待设备与服务器完成通信。App 提示激活成功，完成即可开始您的随行创作之旅。如您遇到任何疑问，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